发扬幸运大师以音声弘法理念，这是德国法兰克福佛光山办理的音乐互动课，邀请到大马蒲公英合唱团的创团人林颖宪来指导，练唱了多首人间音乐的歌曲，其中以今年欧洲佛光干部讲习会的主题曲《希望之光》融入了五种欧洲语言，这也唱出了对佛陀的慈悲感恩。扭啊扭，欢喜唱跳，跟着音乐节奏动起来。德国法兰克福佛光山展开为期两天音乐互动课程，由马来西亚蒲公英合唱团创团人林颖宪带领大众学唱人间音缘。2022欧洲佛光干部讲习会主题曲《希望之光》，除了唱出对佛陀慈悲加倍的感恩，更是融入英、德、法、西、葡五种欧洲语言。佛光人积极练唱，透过歌曲弘扬佛法，象征点亮心中那盏希望之光，传递人间佛教，温暖社会。因为是德国法兰克福综合报道。